想创业又找不到方向，电商是趋势，但自己开网络商店要批货、选品、囤货、上架、行销、包货、寄货，要持续上工才有收入。在杰斯，你完全不用选品，不用担心金流物流，有一个强大的平台支援你在全球开拓市场。第一步，加盟杰斯，成为合格经销商。杰斯的商业模式是从网上购物、网上加盟、网上创业，在网路上花原本该花的钱，可是却有机会赚原本赚不到的钱。如果你要成为网络营销的新贵，首先你要成为加盟商。加盟时，您只需要选择一个符合你需求的优惠加盟套餐，使用体验产品，并支付 29.95 美元平台费，即可获得你个人的专属网站，打开全球经营权。好消息是在美东时间2023年12月31日前，不用 29.95 美元，只要1美元就可以加入杰斯，拥有你的专属网站，并开启你的全球事业。不要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，现在就立即加入。你想想，只要29.95美元就可以取得杰斯全球商务平台的经营权。29.95美元平台的价值，让你拥有一组专属的个人商务平台网址，在任何有网络的地方都可以推展杰斯的生意，经营全球网店。而经营全球各个国家的跨境生意时，杰斯帮您解决了语言问题。这在网络无所不能的世界里，你只要取得杰斯的专属个人网址，就可以分身成为全球多国语系的个人专属网站，并且在全球经营你的专属生意，建立起您的全球网店团队。您可以试着想一想，如果你要开一家全球网络公司，无论是要建制平台，或者是产品研发，以至于生产制造、物流、金流，光是投资的金额需要多少钱吗？毋庸置疑，要比29.95美元高过很多倍吧。所以，加盟杰斯并成为合格经销商，将是你展翅高飞的一个开始。而在杰斯里拥有数十个国家的市场发展的经销商，可以说是相当普遍的。第二步，就是使用产品，分享推广，然后成为产品代言人。为成为杰斯的经销商，首先就是要爱自己。因为唯有先爱自己，把自己照顾好，让自己健康又容光焕发，这样才能够让别人看见我们的改变，进而与我们携手同行。透过杰斯平台全球网络的串联，不管你是在家中、在工作中或在旅行中，你可以轻松经营，赚取你的财富、健康及享受你想要的自由。请给自己一个机会，采取行动，开启你的全球事业。